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润物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在这个最好的冬至节，我们相聚在美丽的鹭岛，厦门和各位领导、各位议长、各位朋友相知相遇，谢谢你们。在这里，我代表爱心365天下义工，一个普通的天下义工，向大家汇报一下我们爱心365天下义工这十年来的一些小小的成绩。爱心365总共有大板块：助老、助耕、助读、环保和植树。那么在2016年，很有幸的在郭主席的引领下，爱心365天下义工被接引到我们的 WGCA， 成为了 WGCA 当中的一个组织。在我们强强联手握手的这个理念当中，我加速了我们对国际的公益慈善的进步。当时我们想在20年的时间内成为国际的 NGO 组织，可是在郭主席的引领下，我们提前了10年，谢谢大家。助老这个板块在过去10几年的当中，我们在全中国几十个城市，每一个月都有2次到3次去敬老院，总共汇集的老人现在超过10万人。那么助耕，这是我们在2020年把它改过来的，原来是助残。我们在助耕的这个领域当中，去让更多的孩子去了解耕读传家真正的核心和意义。说句良心话，在未来，假如有一天我们不再有桌上的食物的时候，每一个孩子给他发一袋种子，他能不能活下来，这是一个未知数。所以我们也倡导，希望在国家的教育体系当中，在小学的文化当中，能把这个种子的力量植入到教学课本当中，让我们所有的孩子认知到生命的意义和生命的成长。第三大板块是助读，文化可以兴邦，文化可以让一个民族崛起。可是我很汗颜，在这个当下的社会当中，金钱让我们失去了良知和善良，让我们失去了最后的道德底线。我不知道这些孩子和很多人在未来的成长当中会有什么样的结果能让我们这个民族去兴盛去发展，这是一个课题。我们在助读这个板块，让所有的孩子了解真正的中国的文化传承，不要把文化换四大文明，只有中华民族才是用文化在兴邦。我们在环保这个领域当中，首先爱心365日行一善，我们每一天都在传播日行一善的这样的信念。全中国大概有10万的天下义工，每一天都在周一请吃素在倡导，周二不吸烟，周三全民公益，周四不吃口香糖，周五不用餐巾纸，周六陪伴家人。这样的日行一善的传承下，我们把环保做成了一个信念。在环保的领域当中，我们做了很多，例如我们到每一个城市当中去捡垃圾，弯腰一秒10起文明，简简的一个动作，不是让你捡垃圾，是让我们唤醒我们每一个人心灵的纯洁。
第五个板块我们是植树，那么目前在中国大概有20万，这十年当中在助学的这个板块，助读的板块当中，现在我们已经帮扶了12万个孩子。所以整个爱心365这五大板块在这十年当中和我们 IOWGCA 完美的握手，一同在未来的世界当中让 IOWGCA 这个国际组织带动我们在全球的360多个国家岛屿部落都能种下一颗善爱的种子。我们没有分别，没有国际，没有民主之分，不管黑种人还是白种人还是黄种人，我们通通都是一家人，让善爱的种子在祖国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也希望在座的每一位议长领导朋友们，在你的城市当中都能发挥或者引领一个善心善念的组织，把爱心365落地到当地的城市。爱不分伟大，不分功劳，不分权力，爱只为细小，在细微的小的事件当中体现出博大的爱。谢谢你们，祝福你们，我爱你们。好的，感谢李院长的。